儿子在家吗？儿子。哎，爸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来，快进屋坐，快进屋。来来，进屋坐。爸，你先凳子坐一会儿哈，我去给你倒一杯水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儿子，我找你有点事。爸，什么事啊？你说。你妈老毛病已犯了，你能借我2000块钱吗？什么？又借钱？你借钱你还过吗？是的，爸，你经常来借钱，我现在也没有钱。这样吧，爸，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去给你拿点吃的。爸，我给你带了点水果，你拿回去给妈吃。儿子，不用了。爸，你就拿着吧。钱的事啊，咱们以后再想办法。要不你就先回去吧。爸，您要用钱就跟儿子要，千万不要说借。您含辛茹苦的把儿子抚养长大，我这里有2万块钱，您先拿着用，不够再找儿子要，我再想办法。爸，我不是怕媳妇，咱只是免生气。爸，张嘴！我不吃。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想老二了。喂，爸，老二给你打电话了。喂，老二吧？喂，爸，我是老二呀。老二呀，你吃饭了没有啊，爸？我正在吃，正在吃。爸，我听大哥说你又不听话了呀。我没有不听话，你不要听他说。好，爸，咱不听他说，不听大哥说，那听我说行不行？好，好。那你好好听话吃饭，等我忙完这一阵子，爸，我就回去看你。回来呀，回来呀。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，你啥活也不要干，不要去山上干活。还有爸，你不要跟哥死性子，你要听话哈。不干活，不干活，我在家里休息了，我在家里休息了。哎，那爸，那我就不跟你说了哈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着呢。行，爸就是想你了，挂电话吧。爸，挂了吗？没有声音啊。那就挂了，那我们吃饭吧。好，好。爸，你怎么来了呀？这是老家种的土豆，给你拿了一点，你留着吃。哎，爸来了，快进来坐，我给你倒杯水。不模仿了，我就不进屋，
你妈老毛病又犯了，半夜醒来想跟你们借点钱。这事我大哥二哥他们知道吗？你大哥也不当家，你二哥家里也困难，你妈的病特别的严重，爸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医药费也交不上，你看你能不能借我一点。你看简爱都生气了，爸那你等我一下。爸，这200块钱你先拿着，按理说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是要多给一点，可是大哥二哥他们都不管。爸明白了，你也不容易，这些东西你拿着。不用了爸，这城里啊什么都能买得着。哦对了，外面天冷，这衣服你拿着。哎，爸呢？你这是干嘛呀？爸走了。哎，你这是去哪呀？爸走了，你看看这些东西。刚。